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52页，352页倒数第五行，从世尊这看起。世尊指释迦牟尼佛，净隐疏月，佛具众德，为世尊重，故号世尊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佛具足圆满的德能，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没有想到自信，本来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具足万法，一样都不缺。万不是数目字，是代表圆满，没有一样不具足，这是自信的，正是《大乘经》上常说的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一切法都是心变的。《华严经》上佛说的很具体，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相，他把万法一切法分三大类，第一类是智慧，第二类是德能，第三类是相好。相好完全是从物质上说，德能里面我们今天讲的精神，起心动念，精神这一方面是德能，物质这一方面是相好，现在科学家也分为三类，第一个能量，第二个念头意念，第三个物质，分为这三大类，《大乘经》里面称为
阿赖耶的三细相。啊，科学家讲的等能，讲的这个能量，阿赖耶的业相，啊，精神念头，阿赖耶的转向，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啊，都分为这个三类，这个三类是自性本具的。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所以经上佛常说，一切法从心相生。这一句话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，一切法确确实实是从念头生起来的。那佛又说，境随心转，精神环境，无论是物质环境是精神环境，都是从念头转的。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，是我们自信纯净纯善的念头变现出来的。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变？这是我们一切不善的念头、不净的念头所变现出来的。今天世界的动乱，地球上的灾变异常，我们生活在这样感到非常痛苦，心情烦躁，定不下来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是我们自性里面，自性本来是清净，本来是纯净纯善，迷失了自性，自性是真心。从真心里头变出来一个妄心，阿赖耶。阿赖耶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真永恒不变。阿赖耶有生有灭。极其微细的念头是我们觉察不到的。频率非常高。我们根据弥勒菩萨的谈话，菩萨告诉我们，最微细的念头，在多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。菩萨说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念，32亿乘8000，100个千是10万。32亿个10万，就是320兆。这一弹指，我们现在科学用作时间单位是秒，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多少次？我以前讲的大概是5次，我们能够感受得到。有人告诉我不止，可以谈7次，我能接受。为什么？我年岁大了，谈不动了。一秒钟可以谈个4次5次，年轻的、体力壮的，身体很强壮的，我相信他可以谈到7次。那7次。你看，320兆乘起，3×21，2100兆，2100兆次
一秒钟啊，一秒钟它的波动是2100兆次，我们毫无觉察啊，这是什么？就在我们眼前的事实真相。在这个频率之下发生的是幻象，根本就见不到真相，真相就在眼前。啊，近代的科学家，科学在地球上发展大概400年。400年累积的经验啊，后人踏着前人的业绩向上攀升，到最近的20年才突破了第一个关口，物质现象，物质到底是什么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！这些科学家对佛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啊！他们想的，佛3000年前没有科学的技术概念，他为什么知道？说的比他讲的还详细啊！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大乘经里头不但有尖端的哲学，它还有尖端的科学啊！一秒钟2100兆次的频率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到的，啊，一个幻象，我们根本没办法觉察。啊，我们看老式的电影，老式的电影是动画的原理组成的。啊，幻灯片，放映机的镜头打开，这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啊，再把镜头关起来，换第二张，再一打开是第二张，一秒钟24张，24张就把我们眼睛欺骗了，我们眼睛看到荧幕上啊，这画面在移动，像是真的一样。那什么，24分之1秒。那我要看真相，真相就是24分之1秒，我只看一张相，一张底片。啊，可以，我们来做实验。我们把镜头打开，一张画面。啊，再关起来，下面的底片全抹黑，没有全抹黑，只留下这一张，24分之1秒，我们看到没有了？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一道光一闪，就没有了。这光里面有什么东西没看清楚？啊，只看到光一闪，光里头有画面。有完整的画面啊，可是我们完全看不到，它太快了。我们必须在什么状况之下？2分之1秒啊，也就是24分之1秒的一半。一半是12分之1秒啊，
一秒钟里头十二张地平，我们能看到，哎，这里的刚才有树，有人，有房屋，有这个概念，那一闪就过去了，啊，详细看不见了，啊，随之也能量不大了，啊，现在的科学技术有能力捕捉1000兆分之1秒，啊，能被他看见、看清楚，他可以照相，啊，把它照出来，我们能看到里面的真相，啊，所以真相就在眼前，我们听不到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闻不到，我们接触不到，连第六意识都想不到，就我们的心妄心想不到。那佛告诉我们，到什么时候你能够看到？经上常讲的八地以上，啊，所以佛不需要科学仪器。啊，不需要用现在科学技术，他直接去看到。啊，他用的是什么？用真心，用清净心。真心为什么能看到？真心不动，你是动的，妄心是动的，动得再快，真心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真心里面本具有智慧，有德能，这个观察听闻这是德能，啊，它没有受到障碍，所以再微细频率再高它也看得清楚，也听得明白，它没有障碍啊，所以他在一念，这一念是2100兆分之1秒，就这么短的这个时间，他能看清楚，他能听明白了。啊，这事实真相就在眼前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就是现在，先前一念。啊，大乘经里面教导我们，我们如果能证得，是心，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。啊，是地里面证到第八地，我们这个六根的功能，眼耳鼻舌身。就跟佛差不多了，佛所能看到的我能看到，佛所能听到的我能听到，佛所能接触到的我也能知道。八地，八地距离佛很近了，华严经上把菩萨修证的果位定做52个阶级，啊，前面51是菩萨，最后一个就成佛了，啊，第52位也就成佛了，啊，那么八地距离成佛很近，你看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，这就成佛了，啊，菩萨最高的第4个位次。啊，他六根的这个能量完全恢复了，跟佛一样，佛知佛见呢。这话说起来容易，
修起来好难啊！啊，怎么修法？放下而已。放下什么？放下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我不知道啊，起心动念就是2100兆分之1秒的那个生命，那叫起心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，妄心没有了，阿赖也没有了，完全用真心啊，真心极其灵光。那再微细的，它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。啊，不可思议。啊，学佛没有别的，回归自信而已。《楞严经》上所说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你证得圆满的果位，成佛了，妙觉如来。你有没有得到什么？没有，一无所得。你所得到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啊，没有一样是新的东西，自性本有。所以佛法最忌讳的是心外求法，心外没有法，你到哪里求？佛法一切向内不向外，所以佛经称为内典，佛学称为内学，向内不向外呀！啊，一切是自己本有的。外面没有一法了，外面全是假的，幻象如梦幻泡影。啊，向内求，一切圆满；向外求，永远得不到。啊，那么自信本具中德，是佛具中德。你证到佛的地位，无量无边，德能呢，通通显现，为世间所尊重。世间是凡夫，六道是世间，十法界还是世间。啊，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对佛尊重啊，所以称之为世尊啊，世间没有比佛更尊贵的。他的心得，他的智慧，他的相好，圆满的显现出来了。虽然如是，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世间所有一切众生跟世尊没有两样，只是他觉悟了，他不迷了，现得完全显露。我们在迷失自信，我们是妄心当家作主，不是真心啊。妄心是生灭心，就是这个生灭的念头啊，一秒钟
2100兆次的生命，这是妄心啊！这个妄心把真心所变的相扭曲了，啊，真心所现的相是完整的、圆满的，妄心所现的相像水，啊，我们在湖的面积，小湖，风平浪静，水清澈，没有染污，那水就像镜子一样，啊。四周围的风景都照在里面，圆满照在里面，叫照见啊，真心见的，那什么叫一真法界？妄心怎么样？妄心就是有染污，水不干净，有波浪啊，有风吹起了波浪，能不能照？能照，照得不清楚。啊，十法界的众生心动了，就是他有波浪，他有染污，染污有轻重不同啊，波浪的频率高低不一样，所以分为十法界啊，越往上面去越接近清净，越往下面去大风大浪，特别是三途，也可以把阿修罗加进去，人天两道比较好一点啊，天上很好，有修行，有点定功啊，虽然有杂念，有波动啊，不是大风大浪，大风大浪阿修罗下面魔鬼地狱出生啊，浮躁到极处啊，啊，最可悲的，最难受的是地狱，地狱里都有无间地狱啊，《地藏经》里面讲得很详细啊，所以经上讲的世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份，希望我们恢复本来面目，那就叫世尊佛，是世间极尊啊，极为尊重，故称世尊。威者有威可畏，谓之威啊，这个威底下讲的威神，啊，威严众生见到他啊，自自然然产生畏惧中国人所谓威大人啊，古时候我这个年龄还亲身感受，从小就在学规矩，这个规矩
大致上就是《弟子规》上所说的啊，小孩见到老人规规矩矩，见到长辈要有礼节啊，言谈举止都不能随便，像小大人一样啊，管教爷爷呢，从小养成习惯呢，啊，中外对比，中国小孩像小大人，啊，一举一动都要符合规矩。啊，不像外国的小孩，外国小孩天真烂漫，啊，活泼。啊，这两种不同的教育，对比之下，你就晓得了。所以谚语说，外国是儿童的天堂，啊，是老年人的坟墓。那我们中国跟他比呢？少年的时候，严格的教育，小孩一点自由都没有。啊，都要训练，把他严格的训练，所谓是习惯成自然。严加管教，没有自由。啊，不能随便说话，不可以随便行动。有规有矩，有模有样啊！啊，小时候严加管教，啊，中年的时候，学成、学术或者是技能，啊，你能够养家糊口。晚年享福，中国的社会有没有享受？有。什么时候享受？晚年退休了，回家落叶归根，回家干什么？养老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哦，这外国人非常羡慕。外国人是儿童的天堂，老人的坟墓啊，老人真可怜啊。中国人的享受是放在晚年啊，像晚年，晚年有福报是真正的福报啊，晚年体力衰了，儿孙满堂，有人照顾，有人伺候，什么都不要操心啊！古时候大家庭，到退休年龄就回家了啊！回家教育下一代啊！工作是辞掉了，他有经验，他有学问啊！回家跟小孩儿孙们在一起，自自然然就传授给下一代了啊，小孩接受父辈的、祖父一辈的啊，绝大多数是祖父一辈的啊，接受他们的教诲，他们也算人生的经验，给小孩讲故事，小孩都记住了。
啊，对他有很大的受用啊。啊，中国人懂得教育，重视教育，有教育的理念，有教育的方法，啊，有教育的内容。从小教伦理，伦理是什么？人与人的关系。啊，关系都搞清楚了，这就有尊卑呀。啊，对长辈要尊重啊，对平辈要有爱呀、啊，啊，对晚辈要慈悲呀、啊。都从小时候就养成了，啊，习以为常，啊，熟透了，任何状况之下不会错了规矩。啊，人有喜怒哀乐，喜怒哀乐发出来都中气，不过分。啊，恰到好处的人情啊，这些外国地区比不上中国啊，这外国从小没人教啊，200年前。外国的文化从日本传到中国来啊，中国也派了很多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啊，这些小孩功夫还没念成熟啊，在中国做小孩很苦啊，一举一动都要受规矩，到外国完全放松啊，完全没有了，这就是外国好啊，中国小孩的确没有外国小孩那么活泼，那么天真，那么样的放肆啊，决定不许可的啊，这一学外国好了，把中国东西疏忽了，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的苦难啊。200年前的老祖宗看到现在这个状况，他作何感想？痛哭流涕，承认错了。没有遵从老一辈的教诲，啊，带着这个头是错误的啊，但是后悔莫及啊。今天的社会，前辈的祖宗不愿意看到啊，我们今天算是很有福气啊，看到了中国前途现了一线曙光。
我们看到有贤明的领导人，古人所讲的明君出世，众生有福啊。啊，国运转过来了，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，我们要发愿把它继承下来，发扬光大。啊，对自己身心健康长寿，啊，家庭和睦，社会和谐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，啊，可不可以做到？可以。啊，只要回归传统的教育，就能做到。中国历史上，网上去看，例子太多了，你能不信吗？啊，中国古人不会骗人，现在人会骗人。他骗自己，他骗别人，所以他不相信历史，认为历史记载都是骗人的。那存这种心，这没福报啊！啊，我们要相信，中国这五千年来，做人的标准是五伦。四维八德，这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啊！每个人都必须要接受的啊！从小就把它养成，是习惯成自然啊！人是讲关系，人跟人的关系要清楚，你才能尽分啊！啊，明人尽分，尽到自己本分的义务啊！五常是德，做人基本的德行，仁义礼智信，这叫人。如果违背了无常，那就不算是人啊。左丘明在他的著作《左传》这里都说得很清楚，人七常在要心，一个人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丢掉了，不要了，变成什么呢？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啊！那这个人是什么？这人是妖魔鬼怪，不能叫他做人啊！那么，所以古时候的社会，这五个字，贩夫走卒都知道，都知道做人，仁者爱人啊，凡是人皆需爱啊，义者循礼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想符不符合道义啊，不符合意，不能想，不能说，不能做，
啊，智是智慧，理智不能感情用事。啊，感情用事你会造罪业。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依智，不依感情。啊，理智，用理智，不能用感情。啊，最后一个，心用。人无心，就不能立足于社会。啊，一定要讲信用。啊，做人基本的德行五个字：仁义礼智信。你通通做得到，这是标准的中国人。啊，四维八德，四维是观众说的。是对于国家各个阶层的领导人，从国军到我们先讲村长啊，领导人是社会群众的榜样模范要做到四个字，领导做四个字：礼义廉耻。啊，礼就是规矩，他带头做。啊，领导人带头做，哪一个干不做？啊，领导人他的职责是君亲事啊，君是领导，你在走在前面带路，你把大家带到哪里去这个重要啊，这是他的责任。啊，你是他的亲，亲是像父母一样，你要照顾他的生活，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，统统要照顾到，尽心尽力帮助他们，离苦得乐。啊，第三个是师，师是老师，你还要教他。啊，被你领导的这些人，你要教他。你的天父的责任就是三桩事情。啊，君亲事。这是好领导啊。啊，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，孝悌忠信，仁爱和平。社会整齐了，国家强盛了，天下太平了。啊，就这几个字。大道至简呢，一点都不麻烦了。啊，这几个字做到了天下太平。啊，地球上会出现盛世。一点都不麻烦。啊，最高领导人垂拱而治。啊，那么这都是讲的为什么？圣曼宝库里头说：“外实无为。”莫之为为啊，表现在外面
有风度，有威仪仪表啊，人家看到你自然对你产生恭敬心。啊，民间通常接受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古时候学校不多啊，教育家负主要责任啊，国家的只是开科考试，选拔人才啊，主要教育全是家庭，所以家有家学，叫私塾。啊，私塾里面教学，遵守大自然的规律。啊，老师教学生是采取个别传授的啊，一个老师能够应付二三十个人啊，最多一般不超过四十个人，老师才能完全照顾到，超过四十以上老师照顾不到啊，必须要开第二个班。家里二老小孩多的话，开两个老师，两个教导。啊，他的教学是个别教学，为什么？每个人的秉性不一样。啊，尤其是家庭这个学校。学生年龄不相同，有的十几岁，有的七八岁，啊，所以要个别教，啊，个别教有好处，这个小孩有天赋，啊，记忆力很强，理解力很强，他的进度就比别人快，啊，为什么？这是个人才，好好选拔他。啊，让他将来参加考试，县考秀才，省考举人，啊，国家考试进士，啊，所谓公民，啊，公民就是现在的学历，啊，最高的学历现在是博士学位，古时候是进士，啊，这些考取的多半将来都做官了。从政啊，他们有这资格从政啊。古时候是360行，各个不同的行业，哪个行业令人最羡慕了就做官啊，都以做官为荣啊，成就自己德行，成就自己的学问啊，将来从政啊，为什么从政身份地位很高啊，人民又当个县长，父母管了，这一县的人对你是恭敬的，都听你的啊，你要负起军情师的责任啊，做个好好的领导啊。啊，人为什么羡慕呢？因为他工作量很少，他很轻松。为什么？人民都被他家里教好了，没有犯罪的人，没有作奸犯科的。啊，工作量很少，他有的是时间，
外面去巡查，啊，巡访实际上游山玩水啊，啊，一个月有几件案子，就很多了。你这个地方不太平了，怎么有这么多事啊？是家家都交好了，人人都好了，所以做官的人事情很少，啊，他的时间很多，他的心很清净。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多余的时间，这些人读书的人写文章，诗词歌赋就这么来的。我们四库全书几部啊，超过一半以上都是这些做官的人闲着没事他搞出来的啊，文学艺术啊，待遇也不错，足够于养家啊，所以各种行业里头这最清高的啊，大家都喜欢。可是有些人天赋达不到这个程度，他不行啊，啊，不行，老师怎么教呢？老师只教他一般应用啊，与人来往，像写书信，写个契约，日常生活这些文字东西交给他啊，他可以学一个手艺啊，所以农工商啊，那是职业，他可以学一个学一行业技术，可以谋生啊，所以他的教育是独立的，像这些种树一样，一根根树苗种树。现在学校西方的不是的，西方把这个横的横刀切，把树都砍得样样样齐。你看学校一年级一年级程度，二年级二年级程度，啊，不像中国古时候，古时候的种树有小树有大树，它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照顾方法，啊，从这个地方你来看，中国古人这个教学的理念跟方法跟现在学校不一样，他出人才啊，人才不是个个都能培养的，要有那个条件啊，适合他自己个性的条件都把他培成有用的人才，行行出状元呢，啊，读书出状元，学工啊，学个木匠，木匠也能达到一流的木匠啊，水泥工也能达到第一流的水泥工啊，所以他是你是什么样的，以这个天赋来塑造你，都能把你造成有用之才。这是古中国古时候的教育理念跟现在不同啊，现在真的是一刀切，真真切切。啊，一般一般往上提升，啊，跟中国古人不一样，啊，所以中国历代都有圣贤豪杰出现，啊，这都是老师有慧眼，从学生当中提拔出来，啊，哪一种学这个方式好啊，还是古人那个方式好。啊，为什么真出人才，他培养人才，他认识人才。啊，他懂得你是什么材料，可以把你塑造成什么样的典型。啊，西方的学校虽然整整齐齐，但是天才被埋没了。他要跟大家受一样教育。啊，所以中国古籍教育是说的。啊，往上提升。现在外国的学校，他是给你一刀砍平。
一年级就是一年级，二年级就是二年级。啊，真正天才被收获了。啊，这是教学理念方法，中国老方法超过现在。啊，现在人样样相信外国人。中国这么好的教学理念方法被抛弃了，真可惜。啊，古时候私塾教学，每个学生进度不一样。啊，天分好的，我们一般讲上腾根器的，记忆力好，理解力好，啊，一天可以读六七百字，从前算字数算的，啊，六七百字，标准是什么呢？念十遍就能背诵，以这个标准。啊，最高的标准七百字，啊，念十遍就能背下来。啊，那等级差一点的背不下来，好，五百字，五百字背不下来，三百字，三百字也背不下来，一百字，大概差不多了，一百字。啊，你看每个人进度不一样啊。啊，个个都能够满足他的能量，他有什么样的能量帮着成就他。啊，在这个里头提拔。啊，不是一刀切。啊，所以古时候人数虽然小，那个教室心小，它是大学校。为什么？各种不同根性的人在一起学，这叫大学。啊，程度不是平等的，它有差异。啊，老师要善于调教，一个人才都不会漏失掉。啊，《圣曼宝库》里都说：“啊，外实卧威也，莫之为威；内难测度，称之为神。”后头这两句好。啊，外面是仪表，内里都是精神。啊，精神不可思议。啊，称之为神。啊，为神，光呢？光明，自盈。谓之光，照无啊，谓之明。自然是放光，他的智慧，他的德能，在他言谈举止当中，就能够显露出来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风采。啊，能看出来。啊，对于外面境界一切人事，大乘教里面说诸法实相。啊，在佛法教学里面，所谓体相用，因缘果是。你看一个人，看
看一桩事情，要能看到八面，这是智慧啊，这叫事实真相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啊，体相，体是本体，相是现象，作用像我们看电视屏幕，屏幕是它的体啊，频道所现的这个相是现象啊，现象里面所表的是它的作用，它在劝善，它在作恶啊，这是作用啊，你能够看到这三方面，再希望下面细细去观察，它有因有缘有果，你就看到因果啊，再往两面去看，事上看，理上看，你能对一人事物任何一桩事能看八面这个人叫有慧眼，这个人是个明白人啊，不是圣贤，圣贤人可了不起了啊，贤人能看透这八面，每一面都有八面这个人能看到六十四面，六十四面每一面又有八面，越看越深入，然后我们才知道佛菩萨之可见，佛菩萨看的层面可深了，八面是表面，六十四面是第二层，还有第三第四，其深没有底呀，谁能够彻发底缘呢？如来成佛才能够彻发底缘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其广没有边际，其深没有底啊！谁能？有人能，阿罗汉能，菩萨能，诸佛如来能，究竟彻底是诸佛如来，所以佛陀教给我们要成佛了，不成佛了不能彻底明了，成佛就明了了啊！怎么成佛？要放下，放下所有的障碍，为什么？所有的这法的根源都是自心变现出来，你本来知道啊，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为什么不知道？你用错了心，你用的妄心不知道了，你用真心全知道了啊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大前提，你就要晓得应当彻底放下。为什么？假象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相是虚妄，念头也是虚妄啊！真心理念没念头
正念无念，它起作用的时候无不念，不起作用的时候无念。佛与法身菩萨明心见性就无念，起心动念没有了他的六根起作用是心的，我们六根起作用是阿赖耶，是无明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？没有真正知道诸法实相，不知道相是假的，不知道相是虚妄的，是梦幻泡影《金刚经》上弟子说得好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弟子目的是叫我们放下，晓得一切法不是真的。什么是真的？心是真的，我们的灵性是真的灵性不是物质，是精神，但是要晓得物质是跟着精神念头转的。我们要身体健康，要有好的念头，自然就健康。为什么他跟着心转？你看我们心里头欢喜的时候满面春风心里的时候有很难过的事情，愁眉苦脸，他就变了，跟着念头变了佛为什么能健康？佛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所以我们能真正做到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就成佛了那你的身体就金刚不坏身了人道无念很难，做不到八万四千法门都要走无念的法门。大乘经上讲得清楚，而且非常简单，你对于一切法就是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不执着了内不执着你六根，外不执着六尘六根是眼耳鼻舌身，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执着了，证果了，不执着就证果，证阿罗汉果，清净心现前再深一层，不但不执着了，分别都没有了不分别了，你又深一级了，你的阿罗汉升到菩萨了，菩萨不分别，阿罗汉不执着再向上提升一层，你是法身菩萨，成佛了，就是大彻大悟。什么呢？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成佛了。你看多简单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最后的目标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叫你放下执着，执着见思烦恼，放下分别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最后放下起心动念，
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，这三种烦恼都放下了，成佛了。所以成佛不是说念很多书啊，不是说知道什么多少，你所知道的所做的书都有限。佛是叫你回归自性，回归自性是没有限制的，过去未来你没有一样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，你回归自性，自性变现的一切你全知道。你要想学生生世世无量劫，你也学不完。你懂得诀窍，不要学全知道了。海贤老和尚知道了。这个人老实，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事出世间法他没有一样不知道。他的师父那时候警告他，那时候年轻的20岁，刚出家了。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特别告诉他明白了。明白什么意思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叫明白了。明白了不可以乱说，不能够指手画脚，他就能守一辈子。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。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我估计他从光碟上看，估计他应该在40岁左右他就真的了。老师的话说得好，那个时候的环境不一样啊，在这个环境里，老师要知道装作不知道，你平平安安过日子，就不要发。他要出现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，他就讲经教学说法了。他要出现在六祖那个时代，唐朝盛世他可以说是祖师了。但是生在现在动乱的时代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嫉妒障碍。必然的。所以他是我们现代这个乱世学佛最好的榜样。做出这么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，阿弥陀佛教他的，他要求往生，他在20几岁就有能力往生极乐世界。人的寿命这么长，我认为他的寿命佛菩萨给他的，不是自己。自己的寿命应该也就是70老80吧。他母亲86岁往生，他师弟海清82岁往生。我想法他应该是70-80岁。那么延长的这么长，完全是表法，是阿弥陀佛的加持。一直要等待那一本《若要佛法行，唯有僧战僧》这本书，他看到了，就圆满了。真的。
这本书被他看到之后，他要求大家替他着想，一生从来没有要求过人给他照相，就这一次。照相完了，三天之后走了，自在往生了，没有病苦啊。往生是晚上走的，啊，白天还干了一天。是菜园工作啊，浇水、拔草、整地，从早到晚干了一天。晚上走的啊，为我们表什么法呢？言语所为，做一天和尚。装一天钟，尽忠职守啊，一天也要做得规规矩矩，一切如法，不能说我要走了可以不干了啊，不是的。你看多么负责尽职，有始有终，表法圆满，做给我们看的。啊，老和尚为我们表演的，确实就是为光和义。啊，光明有两种作用啊，一种是破案，一种是表法啊。因佛之光明真是智慧之相啊，和是明的意思，义是圣的意思啊，光明合一，表佛所放之光雄蒙有为，明耀甚大啊。下面佛用个比喻，以熔金来做比喻啊，这个我们看见过，黄金在野炉里头的融化，放出的光特别好看。早年我在美国有个同学，他经营一个首饰店，啊，首饰是假的，不是真金的，镀金的啊，做得非常好看，价钱非常便宜啊，像真的一样，丢了不痛心啊，一副手镯，一副耳环项链，只要10几20块钱啊，大概是20-30年前在美国啊，很便宜啊，带在身上真的看不出来啊。他带我参观他的展览室啊，跟我去的有10几20个人，我就告诉大家，你们来看，经常常常讲一金做气，气气皆金，现在你看我们进入他的展览室，你都看到了啊，他的样品大概有20000多种，都不一样，全是黄金，美不胜收啊。从花样看，它有20000多种，从质量上看，这个种金
啊，是以静作气，气气皆静。啊，它只有一样东西，黄金。啊，那个时候他生意很好，销到全世界，价廉物美。啊，丢了一点都不心痛。啊，所以呢，黄金在这个野炉里头，它是镀金的。啊，真好看。啊，所以金色光耀，融金弥深。啊，你看到之后，你才知道，啊，非常好看，比喻佛的光明，像融金聚集。故曰如融金聚，啊，底下一句又如明镜，银常表里，啊，银是光影，银者光影，常者通达，没有障碍啊，啊，海动。景星四月，海东是现在的韩国。啊，这都是唐朝时候，韩国、日本、越南到中国来留学的人很多。啊，有不少人学成之后回去，都是一代祖师。啊，他说净光外照，名为银表，即同佛身，光明外如。啊，来比喻佛的身体，佛的外表。显示出智慧光明，而且非常明显，让人人都能感觉到。啊，外照之光显影，常在境内一同所放光，环绕为眼，故云表里。表是外表，里是内里。啊，内里面充满了德行智慧，外面就放光。啊，这通常称为仪表。佛身如是，用这个来形容佛身。啊，光明外照，所放之表，从佛的容貌、身体的动作、语言，你能感触到他的智慧、他的德行。啊，这就是光明外照所放之表。显耀佛身，啊，这叫银表里。表我们今天讲
物质的身体，离里面精神的内在。啊，或者我们讲身心，外表是身，里是心。岸上呢，两种说法，佛身内外应彻吧。欲如明镜之镜，啊，这个镜子光明干净，啊，镜是没有染污，明是充满了智慧。世尊当年在世，一切时一切处，让人见到的，都能够感到他的清净光明，就是我们经体上的五个字：清净、平等、觉。这五个字非常重要，这五个字是形容我们的真心啊。清净是离染污，平等是离波动啊，波动就平等。所以清净是戒的，持戒所感的，平等是定，是三昧啊。后面这个慧就是放光智慧，戒定慧三学啊。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就这五个字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方法是手段，这个手段是让我们得到清净平等觉。那么你是真学佛，你在佛法成就了。如果学一辈子心不清净，没学到，心不平等，没学到，不开智慧还生烦恼，这是凡夫啊！啊，天天诵经拜佛没用啊！啊，山野里面所谓是高人，他们每天拜佛、诵经、绕佛。那什么感恩？干什么恩？他得到清净平等觉了，他回归到自信，这感恩呢？表法给别人看了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。啊，学佛学什么？清净平等觉。对了，啊，我们的心一年比一年清净，这功夫就不错了。一月比一月清净，肯定你决定往生净土。月月都有进步啊！啊，真正得清净心的人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四土
三杯酒瓶了。啊，平等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功夫深的他觉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功夫浅的他在方便图里面尚未完成，啊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大彻大悟，生十宝庄严图啊。十宝庄严图就是成佛啊，不过他还带着有无明习气啊，无明习气执障碍回归常寂光，就障碍这桩事情。除一桩这桩事情之外，他的智慧神通道力跟诸佛没有两样。啊，我们把这些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才真正知道净宗法门的宝贵呀！方法非常简单，真正难行。遇到之后，真正能够依教修行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而且是圆满的成就。啊，像海贤老和尚，圆满的成就。啊，他有二十几岁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；三十几岁往生，他生方便有余土；四十多岁往生，他生十宝庄严土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做出榜样的给我们看了，他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啊，连住在别人寺庙，早晚上殿，他上殿那些仪规都不会，没修过啊。啊，上殿怎么样？他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你们拜他跟着你拜，你们念念经，他念阿弥陀佛。一生就是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就这一句佛号，把清净心念出来了，平等心念出来了，觉念出来了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理一心不乱。啊，妨不妨碍是什么事都不妨碍，生活佛号没间断，穿衣吃饭佛号不间断，啊，工作他是农耕，农耕是从小学的，啊，从小就生长在农田里头，农耕的经验非常丰富，啊，农耕的知识，啊，得三宝的加持，我相信他的农产品一定比别人好。啊，得三宝加持，
啊，他告诉别人了，工作农耕不爱念佛，佛号没间断的啊，白天佛号不间断，晚上睡觉佛号也不间断啊，他说有时候睡着了，啊，就会有人在他耳边告诉他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念佛了。”他有感应，啊，真的佛菩萨照顾他，做好榜样给我们看。啊，他见佛多少次？我看他这条的地，啊，应该超过十次以上。啊，为我们证明，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度众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让我们对净宗升起坚定的信心，啊，坚固的愿心，决定走这条路，决定走得通。啊，他给我们提出了保证，这部经书《大乘无量寿经》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，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啊，经可以念，依教奉行就是心愿念佛就行了啊，这个念佛要练，不能把它丢掉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情都可以干，心里就一句佛号啊，干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我们的目标是要清净平等觉，放在心上就是染污，不善的负面的是染污，善的正面的还是染污啊，正面的果报是三善道，负面的果报是三恶道，三恶道染污，三善道也是染污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断恶修善都不要着相啊，那就是我们用的是清净心来修，用平等心来修，不着相啊！啊，世间名闻利养、七情五欲，统统要放下。这些东西你不放下，障碍你往生啊，让你这一生的功夫全功尽弃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不可以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生无量智慧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真心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自信，像贤公老和尚说，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，他的根是阿弥陀佛，我们每个人的根统统是阿弥陀佛，根不能一时一刻离开啊！啊，把这个根照顾好，啊，不念佛那就是念其他的，念其他的都是功过，都是造业。
啊，总不外乎善念、恶念、无记念。无记是无所谓善恶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岸上念书啊，上面这两种讲法，佛身内外隐者，欲如明镜之镜，由镜放光外照，这叫隐表啊。隐就是照的意思啊，照的表面啊，所放光明的还照镜内，这就是隐理，内外通照啊，这是自信的光明啊，自信智慧对内对外通通照见，汉仪无仪佛光数百千世，有这句经文啊，数千百遍，光身大明，上下明澈，微微重明，界限隐藏表里之意啊，我们简单的把它归纳，智慧德能就全包括了，智慧德能充满了内心，从六根门头放光照悟啊，啊，我们今天讲耳目聪明啊，看得比别人清楚，听得比别人透彻，这是智慧的光啊，是自信里头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啊。修什么这个要知道，修就是放下啊。为什么要放下？因为本来无有，啊，这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甚至于说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法是佛法。到最后，一切经教都要舍。为什么？这是佛的方便法，不是真的。一切经论无非是黄叶之题而已啊，黄叶之题是什么？小孩子哭在闹啊，大人在外面捏一片黄叶，树上落下来啊，掉在这个土地上，大人拿这个黄叶，别哭别哭，来，这是好东西，你拿去换糖吃。小孩他就不哭了，目的就达到了啊，逗小孩的。这三藏十二部经教作用在此地，你要认识啊，逗小孩真管用啊。
啊，你觉悟之后它就没用处了，觉悟之后再要这个那就是累赘了，不染污了，你错了啊。所以说法上饮食何况非法啊，非法是一切世间法，法是佛所说的一切法，统统要是自性清净心里头本来无一物，你怎么可以有一物在里头？到最后连阿弥陀佛都要放下啊，都要舍掉，可以念，心里头痕迹都不着，那叫真念佛。那念干什么？劝人念的，那是大慈大悲，他自己知道本来无一物啊。这一句佛号是一切诸佛如来究竟方便圆满的方便啊，方便到极处了，你得到这个方便呢，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。到极乐世界还念这句佛号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完全明白了，一点都不迷惑啊。念这句佛号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报方根，我这一句佛号让我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升到极乐世界啊，我念念不忘，表这个意思。第二个是对众生的表法啊，这个法门一切众生男女老少贤愚不孝，只要你肯学，你这一生就能成就，是教化众生，自行化他了，不离这一句啊，要明白这个意思啊。啊，佛说八万四千法门，你要不懂佛法就害了你，佛不害你是你自己上当了啊。八万四千法门是断八万四千不同的烦恼，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，是这么个意思。一定要懂啊！佛法早年头张家大师教我，就是看破放下，这就是真正佛法啊！看破了，明了真相，叫看破，放下丝毫不沾染。啊，决定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错了啊！放在心上你没有放下，没有放下不是我属于我执，就是属于法执啊！执着佛法不放下叫法执，执着世间法不放下叫我执，这两种执着是最大的障碍啊。下面这一段从数千百遍光身大明，上下明彻，微微重明，皆显隐藏表里之意啊，都是显这个意思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